提醒您本期看点。好六魔法学院新学期开学了，你们是两个麻瓜，你们可以随机选择加入，每一组说一个急切的盼望丁程鑫来的理由。为什么一定需要丁程鑫？是因为我这么多优点讲不出来吗？眼疾手快水魔法，他们各显其能，不遗余力。怎么会有一个游戏刚开始一秒钟就到达了高潮？不要到三二一，看这边，看，哇哇！三二一，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哇！5-0，游戏结束。快！我感觉老秦太配合了，我指哪儿，他转哪儿。魔法测验欢乐多，究竟谁是答题显眼包？开始，请唱出带有“跳舞”这两个字的歌曲。不如就一起跳舞。对，是对了。不如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 ？Dancing with the stranger。第二句呢？它是个间奏。那不行，那不行。你要跟我弹间奏的话，那我这还有个休止符。金字塔追逐赛，强势出击的他们来了。亚轩拉手，拉手，手拉手，手拉手。后面，快！没了。向这四位同学送上自己爱的祝福。雨露均沾。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各位来到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好货好价淘不尽，欢迎各位来到好六千。今天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主题啊，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好六魔法学院。首先欢迎时代少年团的弟弟们再次回到我们的好六千，欢迎大家。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时代少年团。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马嘉祺。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丁程鑫。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宋亚轩。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严浩翔。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霖。那么大家知道耀文现在因为有工作的安排，今天呢要请一个假，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多多支持时代少年团的新的音乐专辑。另外，各位亲爱的朋友，看过来，我们好六千的老朋友回来，欢迎孟子义。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子义。下面欢迎我们的小五一。大家好，我是五一，很开心又来了。对，很开心又来了。我们长沙地铁6号线的代表人物五一回到了我们好六千。开心开心，谢谢大家。那今天除了我们好六魔法学院同学之外，还有一群非常可爱的同学，他们是来自我们爱在芒果台湾高校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湖南卫视，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实习，欢迎欢迎。
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我是好六魔法学院的校长何布利多。何布利多，你不要觉得我的名字不厉害，我跟你说，我们泽林的名字更不厉害。你跟大家介绍，你叫你想就是何老师已经叫何布利多了。你是谁呢？我的名字叫无魔法。无魔法。那这样的话，我就叫杨迪摩，伏地魔，杨迪摩，杨迪摩。我们今天是有几关的这个考验呀、啊？我们今天设置了四项的魔法能力考验，会根据每项测试的排名来给大家不同数量的魔法石。最终，我们魔法石数量最少的四位同学要接受我们的最终惩罚。今天我们总共会分为三个队伍来进行测试。第一组是我们的宋亚轩、张真源和武艺。第二组秦霄贤、孟子义、马嘉祺。哎，先到这边，咱们两个就加油，不要当孟子义在就可以了。怎么这样？剩下的一组是俊林、浩翔，还有我们的雪琴。哎，什么意思？我可是 Young Demo。 来吧来吧，我来一组。来吧，是这样的，我们一共十一个人，所以是没有办法平均的分成三组的，也就会有两组呢会有四个人，有一组呢会只有三个人。我刚刚呢，以我和布利多这个魔法学校的校长，我感受了一下，啥味儿？没有在你们身上感受到任何魔法的气息，无魔法，所以非常的遗憾，目前你们的身份就跟无魔法一样，你们是两个麻瓜。行，还要带这个啊？对。恭喜我们好六魔法学院第一届麻瓜。但是你们现在有一个权利，我们所有的游戏里面，只要是这个队伍是纯魔法师的队伍，他们将可以在每一轮的游戏结束之后得到双倍的魔法师。所以你们现在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你们可以随机选择加入任何一个队伍。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选择我们想要进入哪支队伍哈？不能拒绝啊啊，还不能拒绝？当然呀，你们只能通过游戏把他们换出去。行，那我们开始选择好了，小丁先选好了。好，来，我感觉三组都很愿意接受我。啊，是吗？真的吗？那哪一组更踊跃一点？是这样，每一组说一个，就是急切的盼望那个。急切的盼望丁程新来的理由，然后他在里面选一个最不真诚的加入，讲的让我开心一点。你来个杀手锏。我们为什么一定需要丁程新？是因为我这么多优点讲不出来吗？我不聪明吗？不帅气吗？我觉得，对我们组需要一个戴眼镜。真的啊啊！需要戴眼镜了，可以加入这一队了。啊，后面都不听了，不听了，直接就来啊！好，迪哥现在还有两队，我还有两队可以选择哈。我看看，我也不想听理由，因为我刚一眼望过去的时候，宋亚轩疯狂的眼神闪躲，是不是？他在回避。没有没有，他就生怕我加入你们队，是不是？我对你这么真心，真的吗？那我过来了。不看看这态度，那我就先加入宋亚轩他们那边好了，因为他那么真诚的拒绝我，那我肯定要加入他们，让他们变成混血的队伍。没事没事。好，那么首先恭喜这个浩翔、雪琴跟俊林这一队，无论如何你们都可以拿到最多的魔法师。你们哪怕是最后一名也可以翻倍，也是十个，好不好？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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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在了起跑线上。但是像何老师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现在麻瓜所在的队伍呢，这个麻瓜呢它不是固定的，每轮游戏结束之后呢，我们的麻瓜呢会来让队内的其余三人任意选择一个人来进行魔法石比较，如果队内的那个人赢了，他将会成为新的麻瓜，并被踢到其他队伍去。也就是说，这个绶带还不见得会挂在谁的身上。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好的，大家知道今天不仅是我们好六魔法学院开学，同时呢也是我们正值这个开学季，所以呢我们的小伙伴们又可以回到这个校园跟老师跟同学们再次相会，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个快乐的情绪啊用音乐表达出来，唱出来。哎，对，那么我们的规则是什么呢？请听规则。我们每组呢需要原地转五圈以后出发进行歌曲抢答，需要依次唱出符合题目要求的五首歌曲，如果在三秒内没有答出或者是答错的话，答题全就交给下一组到达的队伍，并且需要重新回到起点。请注意，
我们唱不是说你哼哼一句就行了，我们的要求是每人要唱完两句才可以。好，大家商量好是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这么转吗？对，往那边这样转，顺时针转。来，准备。预备，开始。走，走，一圈了。哇，谁呀？谁呀？这，这谁？走走走走走走走，好，别急， okay， 第一组到了。哇，离心力好猛。梦姐没事吧？梦姐吓死了。没事没事没事，不管怎么样你们拥有第三个答题权。是他是晕是不是？不是，是我脚没跟上。脚没跟上我明白。我跟你说，这里面刚才有一瞬间是甄源和雅轩他们两个人抬着。怎么我预测的事情。对，好，所以你们是准备顺时针答还是逆时针答？我们逆时针答吧，行吗？可以啊。好，请唱出含有跳舞这两个字的歌曲。预备，开始。不如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如跳舞，谈恋爱。聊天倒不如跳，是谈恋爱吗？谈恋爱也有，也有，也有。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何老师。有谈恋爱不如跳舞，有谈恋爱不如跳舞。好，我只想聊天。好，来，小仙，来。跳舞，跳舞，跳舞。啊，你不会啊？一超群，什么音乐的歌啊？好，有请下一组。忘了怎么上了。我们回到起点，等待一下。好，来准备，三二一，开始。不如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好 ，OK， 捡漏成功，捡得很好，捡得很好。来，君临，来。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非常好，非常好。跳舞吧，雪琴。洋娃娃和小熊跳舞，跳呀跳呀，一二一，漂亮，回答正确。我想不出来了，我想不出来了。小月，你闭着眼，不是不是这歌，咱们什么跳舞，什么什么跳舞。三二一，好，来，时间到。姐，你那首歌是啥来着？洋娃娃和小熊跳舞，不要告诉他，不要告诉他。随意和秦昊天跳舞，什么什么？来来来，那预备开始。不如就一起跳舞。好，小丁的一起跳舞吧。两句呀，朋友。不如就一起跳舞。对，是对的。副歌吗？重复两遍是吧？好嘞，好，来，老秦。什么？你要跳舞？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 ？OK， 好，来来，子怡，子怡。不如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还可以，还可以，三首。哎，对了，好，来来来来，小丁，跟着我一起跳舞，跟着我一起跳舞。什么？这什么歌呀？没听过。有这首歌吗？没有。三二一，挑战失败。好，所有人回到起点。这回不用转圈了。这回不用转圈了。不用转圈了，就比奔跑的速度，好不好？好。哇，这边的架势已经摆得非常足了。来呗，直接冲，不用管我跟武艺，直接冲。我迫不及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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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好，来准备，开始跳跳。这组更快，小宋和甄源这组最快。你们这边在玩碰碰车吗？啊，是这样的，很明显，很明显，这边是挤在中间的，没事，没事。现在关键是刚才大家都忘了一件事情，捡漏。对，还是这题，来，准备，预备，开始。不如就一起跳舞。
呜、哦哦。丁哥的刚刚马哥唱的那句话，不是吧？是是是，哎，来我们原唱唱一遍。不如就一起跳舞。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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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洋娃娃和小熊跳舞，跳呀跳呀，一二一，漂亮！来，五一，不如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停停停！好，四首，好，算你过来，来来，只要支援再唱出一首，背水一战。Dancing with the stranger, dancing with the stranger。然后呢？第二句呢？它是个间奏。那不行 Dancing with the stranger 英文的间奏不行，失败，我们没想出来。你要跟我谈间奏的话，那我这还有个休止符。走啊，下一组来。我会这个，我先来。你先来 预备，我第二个。英语也可以，预备开始。 Oh baby baby we dancing with the stranger。 哦，他多一个 baby baby baby。 好，行，好，走。 OK什么？都可以呗。哇啊，那够了。对，那不是一句吗？来吧，哎，这边，没事，一样。哎，不一样，不一样。我想看你跳舞，想看你开心，但没我的天赋。哦，他没在看我。rap。洋娃娃和小熊跳舞，跳呀跳呀，一二一。好，来，这里。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好，来，不如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拉出去。好气啊！就差个 baby， 就因为答这道题，你舞一个过去的时候，脚趾挨了地两次，太快了你们。那现在呢，我们要到第二题了，第二题是不是又要转圈了？是要转圈的，来准备各位，我们就算了吧，转吧，没事，可以转，可以。朝那边走，我们朝这边，朝这边，这样啊。我觉得我们的速度非常的快，速度好快，但是当第一肯定不是你占优势。当第二吧，要不咱们没有控一下分，当第二。来，预备，来，预备，开始。一、二，咱们要转几圈啊？马上就四圈了，五圈了。啊！杨哥，哎呦！五圈了，走，五圈了，等一下。我现在冲！一个慢点！一个，这是哪儿？我在哪儿？哇，你们一番操作猛如虎，八圈之后洗涤，最后不是我们转了六圈，武艺都被转出去了。宋亚轩、张震元把迪哥和武艺甩起来啦。好，来喽，这题也蛮容易的，请唱出带有亲爱的这三个字哦。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情。拉出去，对，一首。我怎么办呀？亲爱的你慢慢飞。哎，谢谢啊。唱首我的。一首。我们就别说了，先不说了。好，不说。请吃。啊？你吃我。我以为是演古装戏，亲子，亲子我来，准备。亲爱的你慢慢飞，手心缠绵带刺的玫瑰。漂亮。哎，我要唱什么来着？亲爱的，爱上你，恋爱日记，飘香水的回忆。漂亮。距离。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从我。
我最亲爱的不是嘴，最亲爱的。哇，最后一段副歌应该还撒娇啊？嘴嘴嘴，没有没有嘴嘴，我知道，是不是没有嘴嘴？好，我最亲爱的，好啊，是不是没有想到转完八圈还有机会？快点快点，快忘了快忘了。我们的策略，我们的策略，来，亲爱的，开始。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慢慢来啊。好，老娟。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还有呢？没有，我跟你说，其实算三句了。哦，对对对。啊 ，OK 了，来。我最心爱的，你过得怎么样？可以，五一，好，五一来。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漂亮，最后一首过了就过了。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回答正确，恭喜八圈，八圈赚八圈，八圈的含金量，耶！我们第三了，现在不甘心。我觉得下面这题，我建议体力不够的那些组那些组就慢慢转，因为这题我觉得第一个答的绝对答不对。是的，因为太难了，确实有点难。来，摆好姿势，各位。还要转观众席是吗？你这可以慢一点，慢点转嘛。预备，开始。怎么都开始转得越来越慢了？因为太累了，估计，而且刚才说了，不见得能答对。哎，加速了，兄弟们！三、四，怎么越来越快？哎，这边，这边，这边，我走了，走了，走了，这边，走了，走了，这边，这边，降分吧，降分，走走。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还想捡漏，你知道吗？我们这是一个抢答，朋友们，抢答，抢答，朋友们，你们去嘛，拱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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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一分都没记得，还没一点斗志，来，好，我们第二个，我们第二个，好 ，OK，OK， 咱队友，我们队友，我们队友，我们想不来，请唱出，分别含有，时，代，少，年，团的歌曲。一人唱一个字，就第一个人唱十，第二个人唱带啊。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就年轻就老了。回答正确。哇，颤颤巍巍的。第二个来唱带。老秦要唱带，你唱带。我们要顺着往下唱吗？对对对，要顺着往下唱带。什么什么年代？什么什么？带谐音哦。月亮代表我的心愿，我爱你有多深？我没听说过是这样唱，先唱这句，再往后也可以，因为你是第二段再起了，对不对？好，对对对，少，少啊！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这算一句，对不对？再来一句，再唱一会儿，再唱一会儿，表演你的表演时刻到了。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假如年少有为，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懂得什么是珍贵。好，年，年吗？年，再唱一遍。假如我年少，不能重复，不能重复。是真的，我一天又一天。别唱了，一直给对方提供弹药，我忍无可忍了，朋友，好不好？让你们来，试试的啊，能十十。哦，时间啊，走吧。吓我一跳，这边这边。你突然换歌，你简直在。快乐到底是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我是代。我是哪个来着？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漂亮，年年，恭喜恭喜中过年，五谷丰登笑开颜。漂亮，团团有点难。一辈子不求别的，就图个团团圆圆。再思考一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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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是对的，词儿不对。首先第一点。不是不是，一辈子不容易啊！哎，雅轩唱一辈子没想到别的，就偷看，也是实在了。好，来，居然还有你们的事儿。
你第一个，谁第一个？我第一个，我第一个。来，前面唱的都记住了吗？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漂亮，来，在。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心也深，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自己是不是没想到唱这么长？好，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好，年好年，过年了，过年了，过年了。确实可以，他两句，过年了，过年了，过年了，真的是两句。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啊，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可以。哥哥。我们的歌。弟弟。我们的歌。练。好，在这边呢，我们首先要祝贺第一名的，就是我们的赞人组得了两分，他们获得了20个魔法石， yeah, 每人20个。Yeah. 那么我们迪哥、小伟毅、真源和雅轩获得7个魔法石，不错，耶、yeah. ，也很棒了，也很棒。耶、yeah. yeah, ，你们有5个呢。对，小丁、老秦、子毅跟佳琪是获得了5个魔法石。那现在呢，我们首先是由魔法石较少的。丁程鑫这一组弟弟，你要挑选一个队员，在5个魔法石当中来拿出魔法石进行消耗，和自己比大小，谁的魔法石更多，谁将赢得这一次的胜利。你选谁？啊，你们想谁想来啊？我跟你来吧。OK， 好，现在老秦，你们现在一共每个人都有5个魔法石。好，现在大家，我们转过去写来。对。这边，哎，蹲下来写，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写完就把它翻上啊。好，写好了就把它盖上，盖上好 ，OK， 好。来，各位，首先揭晓的是丁程鑫在这一次出的魔法石的数量，在5个魔法石当中，弟弟大气，他拿出了1个。所以只要老秦比1个多，或者跟1个一样多，他都将安全过关。是的，你拿了5个，老秦拿出来吓死，快吓死我了。我觉得老秦他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小气的那种人嘛，所以他也拿出了0个。好，你把这个交给谁？谁是成为新的麻瓜？秦霄贤、孟子义和小马。子毅姐，啊，都可以。啊，我想一想哈，来，都可以。哦，其实你就是说那两个人，然后客套一下，让他自己过来领是吗？而新的麻瓜加入到中间的这一对吧？三人组，欢迎你，欢迎，哎呀，好欢迎啊！欢迎，辛苦各位了。有请第二名。选谁，迪哥？哦，我随便挑一个，是不是？啊，挑一个谁来？张真源，他很踊跃，他们内部投了一下票。我觉得张真源7个，我已经把迪哥拿捏了，是不是？必须让你当麻瓜。你们有七个耶，我就7个全塞了，惩罚我不怕。迪哥，你怎么跟我想法一样啊？All in。哎呦，张真源其实进可攻退可守，他其实不需要做，因为不见得最后选的麻瓜是他。是的，对。但是他真的很想赢迪哥，所以他出了3个，很多了。给那么多好，我觉得迪哥主要是他会给点意思，但是他又有点不太敢给太多。你觉得我都顶多两个，挺一两个哈。对，你还觉得迪哥会给一两个呢？迪哥他最终给出了4个。Oh no！哇，哎呀，刚好高你一头，我不如给0个。对呀，啊，这3个花的好冤呐，啊！哇，你们一下就排上去了，你们5个的一下就排上去了。所以迪哥，你要选一位成为我们新的麻瓜，算轩。
哎，我不该欢呼。嗯，来，瓜这一面在前面。对对对，我是马瓜，我叫马。马瓜。那所以雅轩要去哪一队？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不能去他们那队了，是吧？雅轩去这边了，是吧？不，两个队都可以选。就是如果你觉得迪哥不公平的话，选迪哥。还可以回我们这儿。对。这个游戏。不，算了算了算了。麻瓜加入三人团，对对对，去那边，对，行。那为什么我们要先选呢？因为你们是第二个，你们第三名呀。对对对。哦，明白了，是不是？明白了哈。好，嗯、那么泽林，我们接下来是什么环节呢？淘宝时刻来了，淘宝好价，三元三件还包邮，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参与互动赢好六红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三二一看街边环节。刚才我们用一个歌唱的这个环节呢，让大家把这个开学的愉快的心情都表达了。大家知道在学习当中呢，如果想要提高效率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力集中。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当中不仅仅只是学习的课本上的知识，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学习的能力、观察的能力和如何聚焦自己的注意力。所以这个环节是就是一个三二一看街边。我们这一次玩法升级，就是如果觉得小的杯子泼得不够尽兴的话，可以换大的杯子。哇！首先，我们第一轮有请的是丁程鑫、严浩翔、马嘉祺和贺峻霖，加油！哇！来，职业选手，来给他们上一课，给你们上一课。泼水的是小丁和浩翔，然后峻霖和小马玩。上来就拿大杯子。拿什么小杯？马哥。马哥，小心一点，冲这儿泼。你觉得你能赢？然后视线，马哥往左边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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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左边看。啊，好，两位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攻。石头剪刀布。啊，好，小马先攻。来，挑战开始。三二一，开始。三二一，看一边。看一边，冲这儿泼！耶！哇！哇！哇！那个水像巴掌一样。结结实实的一巴掌，好扎实啊！你怎么会往那边？怎么会有一个游戏刚开始一秒钟就到达了高潮 ？Yes， 没事儿，别动，继续。别动，别动，不擦了，别擦，不擦了，不擦，不要擦，不擦，不要擦，不要擦。我觉得可以，来。哎，不对，你俩是对的。哎，我们俩，咱们俩不对。哎，来到小马进攻。马嘉祺那个头发怎么回事？都三毛。不愧是一个团的哈，真的。现在小马先攻，稳住稳住，别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哇！怎么感觉我被泼到了？好扎实。我都还没认识到我输了，你要这样捋一下。现在贺峻霖反攻，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哦，看这边。哥，对不起你，太
滑了。我看出来丁哥很会泼水了。不要了。我看你这个东西射出去，对不起，因为我说小丁的手速非常快，像一个水弹一样。除了护手霜，太滑了。这有没有注意，在没有人注意的时间里，严浩翔已经躲得越来越远了，快坐到后排去了。好，来，2-1，现在轮到俊霖进攻。好。3-2-1，看这边。3-2-1，看这边。哇！哇！看这边。哇！哇！看这边。哇！哇！免费冲澡了，在这儿。啊，小柯，怎么玩啊？我是该坐远一点，还是拿回来？是这样，俊霖，我跟你说，你有一个点，就是因为你很喜欢看下面。对对对。继续，继续，继续。小马进攻，放松，好，好，放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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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马嘉祺进攻。3-2-1，看这，2-1，看这。他还帮他接那么紧呢。你怎么往上啊？你不是往下的吗？我不知道。好，现在4-2，现在赛点，贺俊霖的赛点。算了。感觉良心过不去，改小杯了，都这样了，改小杯了，到这儿了。马哥，试一下小到拿的感觉，大杯，大杯，好，大杯，用什么小杯啊？来，给你加板了，给他满上，你就，哎，来准备，各决定进攻，3-2-1，看这边，看这边，用什么小杯啊？怎么玩？马哥，这个不仅洗头，还洗了个脸。好，现在贺俊霖追上一分，有可能会扭转局面，下一分非常关键。多了泼自己手上，多了泼自己手上。好，来，马嘉祺进攻。来，3-2-1，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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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赢了，这个赢了。对，这个赢了，赢了。虽然俊霖稍微头有点那个什么，但是确实是往下了。我是往下了，是吧？对，对，好吧。好，祝贺现在蓝队获胜，哦、请休息。啊，这个游戏原来是这么玩的。下一组，让我们有请的是李雪琴、张真源、秦霄贤和吴毅。泼水的是李雪琴和张真源。我不会手下留情的，没事，我玩这游戏都习惯了。哎，可以泼了，是不是很开心？我还其实有，甚至有点紧张。甚至有点紧张，是不是？这有什么紧张的？对，我怕泼不到脸上。我以为你是不敢泼，结果你是怕泼不到脸上。我记得上次五一来玩的时候特别厉害。哦，对，他这个很厉害，对，他特别厉害这个。哦，对，我突然想起来，对，你们是。我感受一下，我怕泼到，不会，没事，无所谓。好，来，石头剪刀布，老秦剪工来，来，3-2-1，看这边，看这边，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志远，你的气势要给我一拳一样，来，准备。3-2-1，看这边，砰！看这边，砰！砰！哇！哈哈！武艺太厉害了，对不起，我杯子都捏碎了。张真源整个把杯子都捏碎了，你知道吧？
何老师不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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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看不见。看得见，现在什么都看不见。现在什么都不需要看见。来，现在秦霄贤机构，来，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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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来，继续来，秦霄贤机构，继续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哇！看这边！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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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霄贤继续进攻，三比零。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秦霄贤继续进攻，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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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五比零，游戏结束。结束，结束。快快快！啊！武艺为什么？武艺，我给你颁奖。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啥。这什么呀？太可怕了！你玩了吗？怎么感觉你洗了个头就回去了呢？我真的，太可怕了！我感觉老秦太配合了。我指哪儿，他看哪儿，他转哪儿，主打一个听话。来，三二一，看这边。玩不了一点儿。好，那么也就是说，蓝队可以获得十个魔法石。哇！哎呦，黄队可以获得14个魔法石。呜呼！紫队可以获得5个魔法石。也行，也行，挺好。好，开始我们第二轮的麻瓜交换。首先有请紫队的麻瓜，哎，在这儿呢。哎，对对对对对，紫队的麻瓜出场，请问老秦你要选谁？你选一个吧。来吧，李雪琴来吧，李雪琴来吧。好，雪琴和老秦。现在老秦有10个，然后雪琴有25个。这咋赢啊？我说哈了都不好使。好，请写下你们要给的魔法石。哎，这次画的比上次好看。好，果不出所料，秦霄贤因为只有5个魔法石，所以他没有出了0个。而哎，也是0个，因为2个人都没有，所以维持原状，依然是麻瓜。再会。好，那接下来有请雅轩进行魔法石的比较。马哥，来，佳琪有15个魔法石，而雅轩有17个魔法石，看看他们是否会压出更多的魔法石。哇，这边笔画非常多。好，哇哦，首先队长还是挺有勇气的，是吗？嗯，他还是挺想付出一些什么，付出一些什么，所以他给了3个魔法石。魔法石，哇！而我们的这位麻瓜，他给出了1个。你为什么会给1个？这个很尴尬的点是，啊，你以为他不会给是不是？不是啊，魔法石也是魔法石吗？魔法石肯定是魔法石啊。哇，这句话，我刚才听了那句话，我好想听了一句话哦。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给多了会心疼。我懂你的点，因为你给出去，给出去也是自己的，对不对？对对对。嗯，我还是麻瓜吗？你当然了。你以为这个一写的比他大就不是了？没关系，现在请雅轩加入到3人队伍。哇！同时祝贺蓝队成为目前唯一的一个纯净的魔法生的队伍。好的，新一轮的队伍呢已经组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3、2、1，请回答。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好六魔法学院的图书馆。接下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把自己的知识储备好好的拿出来，我们希望大家多读书、多看、多学、多听。好，那这一次呢，我们魔法测验呢一共有2种题型，第一种呢是连答15次。哇，3队轮流答题，每队需要连续回答15次，手指指到你的时候就要给出答案，答对加1分，重复答扣1分，答错或者是不答的话扣3分。
实在想不到就重复，重复，重复。黄队请起立。黄队请起立。好。请说出游乐场当中三个字的游乐设施的名字。做好准备，三二一，大摆锤，三二一，摩天轮，三二一，碰碰车，三二一，大摆锤，三二一，过山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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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马。三二一，大摆锤，三二一，激流镜。激流镜，三二一，小鬼屋。三二一，恐怖屋。三二一，恐怖屋。三二一，零售店。小卖部可以啊。小卖部不可以吗？可以，零售店可以。我在里面玩玩偶。在那之前先等一下，我问一下旋转马和激流镜是什么项目。我说旋转马你难道 不知道它是什么吗？不知道。我说激流镜你不知道是什么吗？听不懂吗？是不是旋转马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吧？哦，旋转。哎呦，张哥说旋转木啊。所以这一队的分数是-13分。多少多少？-13分。哦，这真难、啊、这难难，这难，真挺难。哦，因为错了就对，错一个扣3分。哎呀，我想知道小鬼屋是算的对的算错的。小鬼屋是对的，但是后面他又重复了恐怖屋。这样你们现在需要花50分钟来解释为什么小鬼屋不是恐怖屋。小鬼屋是我俩进的。怎么样？算他对，我无话可说。把这3分我们加上，把这3分加上去，那不止-10分，还对了一道题，应该9分。弟弟说的对，弟弟说的对，-9分。对呀、啊，你看看，哎、可以可以 ，OK。不易终于玩自己梗了。蓝队了，请各位做好准备，请说出周杰伦发表过的三字歌曲。很多。哎，等一下，等一下，三字歌曲哦。啊，很多很多，太多了呀。《兰亭序》。你小声一点，《青花瓷》。来，准备。丁程鑫，丁程鑫，看这边。三二一，《青花瓷》。三二一，《发如雪》。三二一，《兰亭序》。三二一，《迷迭香》。三二一，《七里香》。三二一。七里香，三二一，七里香，三二一，青花瓷，三二一，青花瓷，三二一，七里香，三二一，发如雪，三二一，发如雪，三二一，发如雪，三二一，七里香，三二一，甜甜的，甜甜的，甜甜的，他说了，他说了，莫金托，半兽人。美人鱼怎么了？还有这个呀，东风破双截棍。哎呀，双截棍，东风破，全都知道了。人少，其实他们轮得要快一点，更难。-3分，不错不错，有进步，是-3分。我觉得我们游乐场那个不简单。对，哇，那个好难啊，我都想不出来。咱们队尽量的创一个新高度，加油！加油！可以，可以，可以。负30，来。30，谁说的-30？创新高度，请说出15个川渝男演员的名字。这太简单了，这好简单啊！来，准备，三二一，王鹤棣。三二一，丁程鑫。三二一，王源。三二一，王俊凯。三二一，对不起，王鹤棣。三二一，张真源。三二一，王俊凯。三二一，李一特。
三二一，我脑子里全是王鹤棣。三二一，贺峻霖。三二一，贺峻霖。三二一，严浩翔。三二一，王鹤棣。三二一，刘耀文。三二一，刘耀文。我们几个随便说都行。你们全是川渝的。我他不进，你们说呀？张真源，正五个了，我感觉正了。王鹤棣应该能扣不少分。主要是这是扣分点。弟弟说我人都没了。好，最后哎，负一分。哇哇，好棒的成绩啊！哇、哦，哎呦，只能说我给他们赚了一分。我从来没有觉得负分这么开心，耶！负分了，耶！耶！负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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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成绩了。我发现游乐场那最难，我们游乐场不熟悉，我跟五一都没项目做，只能去小鬼屋，很少去。但没关系，刚才失去的分数我们在下一题把它抢回来，因为下一题就不会那么扣分了，只要答对纯得分，好不好？好，好答。我们听一下规则。每人要举起一个魔杖来进行抢答，每题呢需要按照我们拼音的声母来做三个词语，答对一题可以得三分，可以行使刘海片权利，可以给其余两队任何一个人挂上这个刘海片，给任何一个人挂上。现在请每队的一号队员请起立，请起立，出来就可以抢，来，请看第一题，来，迪哥，第一题，来，迪哥，迪哥，啊，哇，哇是什么？奶酪，奶酪，年轮，奶牛，时间到，继续抢答，来，丁传心，来，奶酪，可以捡漏啊。三二，牛郎，牛郎，三二，你老，你老，谁？你老，你老，怎么还有东北话你老呢？完了，你也考，好难造这个。老秦，来来，哪里？来，姐，哪里？那里，拿来，杀！啊！秦小贤赢三分，厉害啊！来，他应该要给你的。好。好，现在秦小贤选择了一个我们全场最大的一个假发，厉害了！哇，他非常负责任的在给他做一个整理。他要选择这个，太恐怖了。嗯，你灰色狗像无畏在跳动，哪怕是一句简单的问候。马嘉祺，马嘉祺，哎，有人抠手，哎，嗯，怎么会有人抠手的？别抠手了。5-0，游戏结束。哎，就是你！哎，我想起来了。谁啊？他泼的你，他泼的我。对，对不对？对。我以为在比这个刘海跟谁合适，原来在寻找回忆，找刚才的那个对手。是我吗？是你，是你，是谁？这个不好戴，要不要转过来？你转过去，转过去。对。一会儿我们来一个亮相 pose 好不好？这样就他这样好戴了，对。哇哦！哇哦！爱冒险的朵拉。可以啊，可以了啊。来吧，我数三二一，我们请转身，来，三二一。发色也一样，哎，
我甚至觉得是他的造型。我现在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子，你知道吗？像个蘑菇。帅吗？好帅啊。对，现在第二题啊，请起立。直接举，直接举，举，来准备，直接举，加油加油，跳起来打。来准备，请看题，请看题。哇，真是我们。发挥，来开始。缝合，负荷，放三，二。一，超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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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啊，快，三二一，开始，好，来，马嘉祺来，发挥繁花，发火，回答正确，正确，差一点，差一点点，没事，你先选，我回头帮你弄。哎呀，浩翔有事儿走开了。这游戏像为我们团量身定制的。哇哦！中分来喽！还要假装看一看。你们的事？哎，怎么少了个人啊？他在玩全员加速中。这个是什么？我好像这个迪哥的，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没什么杀伤力感觉。偶尔像一个天使，偶尔又像魔鬼。浩翔，浩翔，你要谢谢马嘉祺，谢谢我，谢谢我。驸马爷，今天看端详上写着，请将脸他三十二岁装个的。两声儿来自在大街儿。好，来最后一题啊，来三位做好准备，三个人举快点，咔咔就举，这个必须扬长啊，准备，请看题，张震源，请看题，张震源，来，抵达，荡荡大三大大刀，大刀可以，三大胆大胆大 胆, 大胆，回答正确。没事，杨翔，你这个不够意思，我给你挑一个有意思的。给你挑个发色相近一点的吧。我这个还不够相近吗？我给你左边来一个嘛，你右边来一个，左边来一个，对称嘛，是吧？郑振，你把你那个给他吧。啊，这个，可以吗？可以转让吗？哎呀，可以转让吗？张哥，不能转让，不能转让。我觉得啊，这个挺好，真的。或者这个也行，怎么样？那就，哎，那这个吧。对对，这个走走走，对你友好一点，对你友好一点。对对对，友好一点。来吧，坐吧，你坐着，我给你弄。对对，走走走走走。坐着，你坐。对对对对，哎哎，什么？我已经选定目标了，你坐。什么什么？啊？我帮弄，我帮弄。这样，好。怪可爱的。下面我们来汇报一下分数，我们黄队负9分追上来了。哎呦，努力了这么久，
好，蓝队负四分。哇，怎么了？粉队积九分。我们欠太多了。那么依然是从我们雅轩先开始。哇，你邀请谁来跟你进行魔法师的较量？邀请谁啊？有的人已经睁不开眼，那就请睁不开眼的那位。我不参加，又是我是吧？我们内部讨论就是我吗？对。22-21，他怎么都只要压你一头就行。是。来吧，请做出你们的选择。好，迪哥已经写完了，就这么快。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迪哥，他给出的数字是2个。有没有信心拿下？应该有吧，他肯定赌我0个或者1个之类的。哇，他这也是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对对对，他很想赢。哎，好，所以雅轩他给出了有魄力。5个，拿那么多出来压我，你输定了，所以绝对被惩罚，我当麻瓜了。所以你的麻瓜要交给我选人吗？选人啊，给张哥。哦，不一定是我哈。我这发型不太适合当麻瓜吧？张哥吧，张哥，给张哥。你看你发型多麻瓜啊！啊，终于不是麻瓜了。傻瓜，现在像一个傻瓜，像个傻瓜。我是一个傻瓜。现在张真源作为新任的一个麻瓜同学加入到蓝队。好，来，我看起来确实挺傻的。好，来，老秦，你选谁？那麻瓜最后在谁？绝对会走位，无所谓，咱们都无所谓了。我上吧。嗯，就来吧。好，老秦选择了浩翔。两位这个发型好不容易哦，这个。严浩翔现在有35个魔法石，秦霄贤有20个魔法石。非常快，他非常快。我稳扎稳打，你稳扎稳打，不慌。这轮我们短平快，好不好？哦。秦霄贤给出的是0个。好，来，严浩翔给出0个，平局过关。对。哎，他们不用来是不是？有机会，没人来。麻瓜别来沾边，别来沾边，麻瓜。啊！开玩笑。有张哥那局游戏赢了，那肯定的。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我们最后的环节。好的，全面发展很重要，所以接下来是我们体能方面的课程了。各位同学请注意，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所有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协作完成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我们一共会分3轮，每轮呢，每一边是派2个人来出战的。通过石头剪刀布决定了谁先攻击，之后会有30秒钟的进攻时间去抢对方的娃娃。30秒钟之后，我们会通知攻守交换。在攻击时间里面，攻方每扯掉对方1个玩偶积分，但是每一次只能扯1个。最后按照3轮的总积分来进行队伍排名。是这样的，老秦的腿已经完全好了，但是我们不希望他在这个环节呢，就是对冒险，所以呢是由泽林来帮他上场。那么首先请上场的第一组是严浩翔、贺峻霖对武艺宋亚轩。啊，松了口气。哇，很滑哎，超滑。对，超滑，超级滑。小心啊，小心。石头剪刀布决定之后，进攻的2位到金字塔顶，来石头剪刀布，防守的在下面。我先往上。石头剪刀布，好，首先进攻的是黄队，请雅轩和武艺到金字塔顶。哇，好紧张啊。
会滚下来吗？这个，请各位注意，哨声一响，立刻就交换了攻守。加油，加油！来，一共是两分钟，所以我们有四次不同的攻守方。好，来，准备。先搞他。挑战。挑战，开始，开始，三十秒。武艺抢到一个，拿到了。小心哥，一个想拿走一个，这个，快，没了，哥。哎呀，小屁墩儿，五一好可怜。OK， 五一好可怜，快拿一个！我的队友呢？拿掉一个！好，快跑！现在攻守交换了，五一被拿掉了两个。小心！拿！快！Yes！ 快！好，五一拿到一个。哎呀！直接一个屁墩下来了。好，保护好，保护好，保护他，保护他，攻守马上交换，快！拿杨浩翔的，杨浩翔就淘汰了。好，攻守交换，攻守交换，快！哇，好好玩这个，你没了。呀！小心！累死我了，对不起，老哥，这边好焦灼呀！好，严浩翔拔走了武艺最后一个，现在武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游戏。十，小宋，加油！七，最后了，跑！四，三，二，好，时间到！哇，累死了！黄队目前剩一个娃娃。粉队目前剩三个娃娃，好，这是他们的成绩，请休息。来采访一下，来，有什么秘诀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好，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您的分享。好，现在有什么心情可以跟我们？哦，谢谢你啊。好，要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游戏当中获胜呢？哇，太棒了，谢谢。我觉得武艺可能能输出一些什么，好不好？来，武艺跟我们说说看这个游戏你的心得。就我觉得体重很重要。刚刚不知道哪个弟弟帮我都拖起来了。对不起。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轮，第二轮要上场的是李雪琴、吴泽林。你要上场了，姐。孟子义和张真源。哦，大哥。张真源，石头剪刀布决定进攻的两位到金字塔顶，你俩吹定格，来吧，石头剪刀布。好，首先进攻的是粉队，赢的人先从上面开始进攻。好，来，首先三十秒是粉队进攻蓝队，准备计时开始。瞄这一个人抓。
啊，吴泽林拿走一个，抓张哥，或者继续抓子怡姐。我把他先拽住，你搞定他，我把他这三个护的太死了。扯一个，扯一个，哥。哎，还不坏呀、啊？哎，张哥准备反击了，时间要到了。三十呢？还没到吗？到吗？还没，还没，还没。好，好，快跑，快跑，快跑！张建元。小心小心啊，一次只能扯一个。好，天哪，张哥太猛了。好，张震扯掉一个。哎，张哥好猛。哎哎，好黄啊啊，保住保住。好，就空手交还。好，那个真元的那个还给泽林，是在哨声响之后。加油哥。哎呦，慢点慢点，这哎，我不好意思碰他。我已经被你拿了一个了，又可以拔两个。我被拔了一个，还可以拔，还可以继续，还可以继续拔。我感觉快空手交换了，我先跑了。好，跑。你自己跑了，张哥，哎呀！加油！哇！哦，好，张真源完成了一个，现在泽林只剩一个了。现在张真源向雪琴。等一下，姐，姐，不行。哎，没办法了，姐。给我往上跑，往上跑。哇，最后一秒，张震元撕走了一个，漂亮。好，现在张震元还剩两个，子毅还剩一个，雪琴还剩一个，泽林还剩一个，所以呢，蓝队在这一局获胜。最后一轮是杨迪哥。亚轩对战马嘉祺、丁程森，他们好开心抓我，爽死了！你就是我的你，快跑，迪哥！来，先石头剪刀布决定攻守。好，来，首先进攻的是蓝队。加油！加油！来来来，亚轩。准备三十秒钟，蓝队先进攻黄队，计时开始。亚轩拉手，拉手，手拉手，手拉手，手拉手，去那儿。加油！哦，亚轩要没了，这直接秒杀，亚轩要没了。加油 ！No！No！ 后面，后面，快点控制！怎么还不撤啊？好，又来一个，亚轩没了吗？亚轩淘汰了，迪哥该你了，迪哥，迪哥开始一个人进攻，呀呀呀呀！掉了一个。加油，迪哥！你太精彩了吗？迪哥慢一点。加油！哇哇哇哇哇！
我们粘了那阵子，拉住，到底谁在进攻谁？拉住，迪哥别挣扎了，迪哥。迪哥虽然是进攻方，但是两只手被钳制住了，他被钳制住了，被钳制住了。如果摁住了30秒，迪哥别挣扎了，迪哥别挣扎了。哎呀，迪哥太坚强了，迪哥成功！好，攻守交换。我的天哪！趴着，别这样要。好，又抢到一个，迪哥身上还有吗？迪哥，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继续啊！迪哥好坚强啊！迪哥好坚强，马上迪哥，你坚持一下，你就可以进攻了。好，攻守交换。继续，迪哥抢到了一个。抢到一个，哦，迪哥好猛，迪哥好帅，我的手又被你们按住了。加油，迪哥，你还有机会，滑溜溜的溜出手来，身后就有一个。好，时间到。杨迪很棒，杨迪很棒。现在我们佳琪还剩一个，弟弟还有几个，弟弟还有俩，然后迪哥还有一个。好，以上是我们金字塔比赛的全部内容。好，来公布一下结果，蓝队第一名，蓝队可以拿到10个魔法石，粉队第二名，粉队可以拿到7个魔法石，而黄队虽然是第三名，但是他们可以拿到10个魔法石。现在我们来宣布四轮之后的各位的魔法石的累计排名，以下四位请到黄色的第二层台阶排排坐，他们分别是26颗魔法石的宋雅萱同学，27颗魔法石的秦霄贤同学，30颗魔法石的杨迪同学，以及33颗魔法石的张真源同学。那么下面的惩罚是什么呢？首先请排名第一的42颗魔法石的严浩翔同学、贺俊霖同学和李雪琴同学率先选择自己趁手的道具，给我留一个。哇，这个是不是自认老猛了？哎呦，其实这个呢，我喜欢这个。好，拿走就请坐到位置上，谢谢。接下来请排名第二的39个魔法石的孟子义同学选择道具，这个可爱吧。接下来请38颗魔法石的排名第三名的丁程鑫同学选择你的道具，下面请36颗魔法石的武艺同学和马佳琪同学选择你们的道具。接下来大家可以走上舞台，朝向他们，走到他们中间，围着他们。迪哥，抢过来，开心吗？那谁接了个水管过来？各位，接下来将由我们的同学向这四位同学送上自己爱的祝福。3、3、2、1，开始惩罚，开始。
建造光芒的城墙，吸收更多的能量。也祝各位呢能够通过自己的本领来展现自己的魔法。提醒您下期看点：好六呱呱乐，盛夏吃瓜群英会，趣味传递，默契顶呱呱，有 ，case 亲，叫笑不停。肉，好家伙！肉，说出来了，不是逼出了腹语是吗？有点赖皮了。夏日心动瞬间，你学会了吗？虽然说西瓜套不住，但是你套住我了。我刚才都感觉到幸福了。突然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好。为了不让女生淋到雨，你会。走，我们去躲雨。走，我们去躲雨。哎呀，还有一位朋友在里边呢。你的朋友不要了，太惨了。钻进去的时候又多得意，爬出来就有多尴尬。清凉答题挑战，越来越帅的 W 姓男艺人魏大勋，帅。你要说一个最帅的王鹤棣。一群人就在家里给弟弟惹事的人，有老师不好意思啊。团队热情等不住，逗你针锋相对，悬念升级，妈呀，谁将接受最终惩罚？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